千金，千金有奖品，我要跑第一，要开飞机，要电视机，要 CD 机，要 MP3， 要冰淇淋，要人民币，不要看叹息。聪明勇敢有力气，我真的羡慕我自己，呼啦圈也没问题，后空翻两周再进个里，寻找减肥的朱古力，圆头圆脑圆肚皮，里面是生命的真谛，让我们呼啦啦啦啦啦高歌一曲。我要去减肥，除非冰淇淋不再那么贵，三块二毛一，我也要人陪，除非我有你去换红玫瑰，送给你。I just love you， 好开心。I just love you， 不要再努力。I just love you， 不要再努力。I just love you。是由于，先让我把比赛看完再说。啊！太极拳，一臂之力，全势必胜。哎！比赛结束。我正式宣布，今天比赛的获胜者是望子成龙小学的朱朱翔。黑博士，你有什么看法？董事长，这次我一时疏忽，对他们的超级棒棒糖看走眼了。哦，就这么一小块棒棒糖就能击败咱们的网球炮弹吗？那要不咱们再请迷糊回来生产他的超级棒棒糖算了。请董事长再给我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吧。哦，你已经想到对付猪猪侠的办法了。是的，董事长请看。能量物质分析报告。没错，经过我对超级棒棒糖的详细分析之后，发现里边含有多种能够刺激人体潜能的高能量物质。哦，你的意思是猪猪侠吸收了这些高能量物质才变得这么厉害的？是的。可是望子成龙小学只不过是一所穷困的小学，他们哪儿来的这么多钱去买这些昂贵的高能量原材料呢？我怀疑望子成龙小学里面隐藏着一个秘密。哦，一个秘密？董事长请放心，为了进一步查清望子成龙小学的秘密，我已经吩咐波比去亲身验证一下。哦，波比这个废物也能帮上忙吗？没错。哎呀，迷糊老师，学校重新招生，你也不用穿成这个样子吧，衣服很不合身呢。切，真不识货，这件可是我当年毕业的礼服啊。啊，当年哪一年呢？小学毕业那年啊。哎呦，嘿嘿，保存得很好吧。哎呀，真让人受不了。对了，迷糊老师，这次学校重修你做得蛮不错的哦。嘿嘿，当然有我迷糊老师办事儿，
你大可以放心了。这个石柱好像很特别哦。嘿嘿，小猪猪，你有所不知，眼前这根大理石柱都是从西班牙空运过来的，原装正货呀。哇，那岂不是很贵？嘿嘿，不贵不贵，老板说半价就卖给我们了。啊，那究竟要多少钱呢？100万。什么？100万？那两根不就是200万了？错，两根石柱再加上安装费，总共500万。啊，这可是我辛辛苦苦赢回来的奖金呢！哎呀，小猪猪，别那么抠门嘛，门面功夫是很重要的，大门要给大家大气的感觉，这样才能够吸引更多有钱的学生来我们望子成龙小学呀。哎，我们现在连一个像样的老师都没有，你还搞这些门面功夫，到时候新生入学谁来上课呀？好的老师，难道你就忘了？哎呀，不好意思啊。哎呀，阿伯，你这么不小心，像扳手这种大杀伤力的工具是不能随便乱丢的嘛，很容易会砸伤小朋友的。是，就算你没砸伤小朋友，砸坏了花花草草也不好啦。哎呦，不好意思了。喂喂喂，大婶儿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以后不要在校园内随便晾内裤。啊？没有啊。哼，什么没有啊？你手上拿的是什么？这不是内裤，是尿布。哇！哎呦！哎呦，迷糊老师，我怎么觉得你今天特别爱管闲事呢？错，这叫尽忠职守，认真负责呀。哎，今天除了招生之外，还有别的喜庆事情吗？嘿嘿，你不知道吧？今天是望子成龙小学100周年校庆，校长还有很多重要的关于我的事情要宣布吧？啊，关于你的事情？今天是望子成龙小学建校100周年的大日子，全靠大家的努力，咱们才能举行这个庆祝会。在这里，我要特别感谢猪猪侠同学和迷糊老师。猪猪侠，全靠他们的努力，咱们望子成龙小学才能顺利完成了翻新工程，现在重新对外招生了。哇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为了感谢猪猪侠和迷糊的重大贡献，我把猪猪侠评为望子成龙小学第100届的3好学生标兵。耶耶，3好学生，我从来都没有当过。而迷糊老师则成为我们学校新一任的教导主任。啊，教导主任？教导主任，以后我就是教导主任了。下面有请迷糊教导主任上台讲话。首先，我很荣幸能够担任教导主任，我要感谢大家多年来对我的支持，感谢各界朋友的投票，感谢 GGTV 的每一个记者，多谢小呆呆的掌声。我才不给你掌声呢。好，既然大家把这个重任交给了我，我就要负起责任。下面我要向大家公布一下咱们望子成龙小学最新的校规。校规？校规一，同学之间要互相帮助，互相关心，但是不能搞早恋。校规二，大家要争取当4部学生。
什么四不学生啊？就是睡觉不尿床，早上不赖床，早操不敷衍，考试不作弊。这分明是针对我嘛。小龟三，见到老师要主动问好，不能够没大没小。什么意思啊？要相信老师，支持老师的工作，不能老是挖苦老师的发明。你所说的老师是不是指你呀？老师说自己。这些校规明显的就是在针对我嘛。校规四。猕猴老师，朱朱霞同学，希望你发言要先举手，等老师批准了啊，不，等教导主任批准你才能够发言。还有，我已经不是迷糊老师了，我是迷糊教导主任，你可以叫我教导主任或者叫迷糊主任，知道吗，朱朱霞同学？真无聊，我的迷糊主任。很好，朱朱霞，你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呢？我想问你的校规究竟有多少条啊？不多，也就我手上这一叠。这么多校规，你一定是新上任的教导主任了吧？不必，这里不欢迎你，请你出去。装修的不错，别忘了，你们重建学校的赞助费可都是由我们强强科技捐给你们的，你们可不能这么容易就忘本啊！胡说，这都是我们猪猪侠比赛赢回来的，难道你们想说话不算数，又想来捣乱？波比，今天是我们学校的大日子，如果你不是来送贺礼的，就请你回去吧。如果你想捣乱，我可就要叫警卫了。哎呦，还想用警卫来把我赶出去吗？哼，我还有警察叔叔呢。那就太好了，就请警察叔叔把你带走。